我先把它改成这个叫做01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插入三列，把02的就是这个标题复制贴上。好，你随便游标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。好，就是等一下可能会出现说这个档案已经存在，好，不过先不管，我们就开发人员聚集，然后执行这一个执行，然后他说已经有一个叫做是否取代它，你可以暂时先选择是，可以吗？因为我重点我只是要让你看你刚刚写的这个程序是没问题的，因为我准备要大量写那个回圈，让它从头开始跑到尾，这样了解吗？首先我们来去看，如果说今天我要抓这个工作表名称，对不对？我想要抓这个工作表名称，所以怎么抓？它本来是不是01？所以我就希望抓到01。那这边这个聚集编辑，我的这个01。我的这个01，我希望说它是用工作表的名称来去抓，可以了解吗？也就是说，当我在做02的时候，它就存成这个人口统计11年下笔线02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01改成就是工作表名称。那怎么改工作表名称？其实刚刚有做过一件事，我们刚刚是不是第一件事从什么工作表跳到从12工作表跳到01工作表，这就是工作表。然后点什么 name， 因为我要工作表名称嘛，可以理解吗？请问一下，你们知不知道这叫选工作表？选01工作表，那如果你把这个 sheet 然后01点 name， 那就是01工作表名称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直接修改这里面一撇，你接下来你就要会写一些参数来去做变化，所以07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将档名改为变数，改为工作表名称变数，所以这个地方要这样子写，两撇，空格。and 空格 and 空格两撇。好，那我要稍微解释一下，就是这是文字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刚刚的文字的部分，这是刚刚文字的部分，可是后面这个01，我是不是要把它变成变数，对不对？变数它是不用加两撇的，不可以加两撇，你加两撇它就变成是文字了。好，所以正因为它不可以加两撇，所以我刚刚这可能我这样子改你们会看得比较懂，刚刚是不是长这个样子？可是唯独这01我要把它变成是变数，变数它是不可以加两撇，所以是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，我先把这边先分开，这边里面都是文字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开始是不是也是文字？然后中间加 and， 这边加 and， 可以了解吗？那这个01要写成长这样子。
要写成长这样子。听得懂吗？我要放工作表名称。请问讲到这边听得懂吗？我等一下会把这一小段写在白板上。我要放的是工作表的名称。其实你们也可以去看我给你的那个档案，好，只是那个是已经写完的成品，甚至你到时候复制贴上它就可以执行了。但是我会希望你懂为什么我这边我要改写变成长这个样子。需不需要我再讲一次？可以吗？那就换你们动手做做看咯。